要做什么？六叉六嘎，时间快不够，就是这样，跟着节奏动起来。要做什么？火焰之星血。你以为我只是普通的法师吗？好的，军快要没了，火焰与星血，你真好胆，偷吃点心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啊，赶快逃出来！啊，赶快逃出来！
的手牌太多了。啊！秘法斩花！尝到苦头了吧？不准靠近女王的宝藏！我比你快7岁。真是美味的派对！我在寻找优秀的佣兵。挡不住的暴风雪。全都交给我吧。等等，太多了。
你必须都毁咗啦！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嘿，把那个给我！你真好打，偷吃点心。毁咗啦！要做什么？
团灯是我的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生命不该遭到囚禁。要做什么？哇，你看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，一定是这边。
尝到苦头了吧？好的。要做什么？尝一口。火焰与鲜血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还要再加点辣。什么？好的。前来报道。
来报道。你赢了，我认输。要做什么？好食点心，这是越狱怪的矿坑，越狱怪的矿坑，滚开！
过来，这里有埋伏。要做什么？生命不该遭到囚禁。来看看我今天的运势。什么？我是不死，不是老不死。让灵魂自由吧！尝到苦头了吧？
真是美味的派对。尝到苦头了吧？我在寻找优秀佣兵。克拉克回来了。不是老太子，尝到苦头了吧？尝到苦头了吧？你会臣服于我？尝到苦头了吧？掏假点心。没有暗影，没有光。干杯！尽斩杀掉我的人！神铁狂坑是我的。滚开！
这是一个奇怪的矿坑，滚开！两个小鬼不嫌少。你真好打，偷吃点心。两个小鬼不嫌少。你给我冲吧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哦，你必须都围着了。再一点点火焰又不会怎样。烂透了。再一点点火焰又不会怎样。要做什么？我的血为战争沸腾。神铁矿坑是我的。
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好的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烂透了！我的骨头可以啃了。冰杖比金牙更锐利，你真好打，偷吃点心。
站住，寡姬！我输了。